不宝，我和你说个事，你认真听好了，我和你说话，把耳朵放出来。我和你说，我以前玩飞镖拿过世界冠军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啊？你说。好，我现在马上演示给你看。 Later。 别紧张啊，我数到三，一二三，等一下，要增加一下难度。你紧张什么呀？